刚买回来的心爱牛仔裤，可以用哪一个方法定色，减少褪色的悲剧？是哪一个呢？一，拿熨斗烫过一遍。二，泡稀释白醋。三，冰在冰箱一晚。这是我新买的牛仔裤，但是呢，有点舍不得穿，因为穿了就要洗，洗了就要褪色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我今天找一个洗衣达人，洗衣店老板阿勋哥，你好，冬田你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牛仔裤通常都洗了就会褪色嘛？是，那有没有办法让它不要褪色？有的，冬田，我告诉你。牛仔裤的材质有分好与坏，染色不同，所以褪色只是早晚的事情。那我今天教你用家庭式的方式保养牛仔裤，比较不容易褪色的方法。好，那是什么方式呢？教你的嘛，用白醋。那我们白醋的方式就是稀释20倍。哦，好酸。重点是这一个动作一定要先搅拌均匀，搅拌均匀了之后，有点味道，有，可以泡了吗？哇、哦，好酸，泡喽，泡喽，泡喽，泡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好好好，我相信你啦。好，换下去之后，最好是再稍微搅拌一下，让它整个所有的牛仔裤都有通到。好，然后就这样静置大概20分钟。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通常不是还有什么泡盐水啊，那个盐巴什么？盐水是就是说，例如说你的牛仔裤是比较深色的，像丹尼裤是深蓝的、啊、或深黑的，那其实用盐的方式是让它色牢度比较够。就是化学作用的关系哦，对，把那个结构更稳定，更稳定，所以它就不容易褪色哦。对，那其实一般来讲，我们家里用醋就其实就可以达到锁色的效果了。那有没有还有别的就是保养牛仔裤的方式？有的，可是在这之前，我先考你一个牛仔裤的冷知识。好，你知道这个口袋上方这个口袋是拿来干嘛的吗？我知道，还什么？因为这个日本人都叫 coin pocket， 放硬币，以前都是这样子。其实这个以前的设计的话是给工人跟牛仔的人，然后放那个怀表的。哦，放怀表的、哦对。对，然后他这样放进去，然后以免怀表刮伤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长知识了，谢谢谢谢。没关系，反正答对的人也很少。所以我还是教你如何保养牛仔裤。好。因为台湾气候比较潮湿嘛，所以穿过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一些异味。对，那其实就是人体的皮肤的那个细菌粘膜在我们的丹尼裤上，所以吸附的细菌。嗯，那其实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方式呢就是把它折起来呢，然后放在冰箱的冷冻库。放冷冻库？对，就放冷冻库。对，然后它就会减少异味。哦，这个感觉有用哦。对。那会不会反而变成鲑鱼的味道都附在身上？所以我刚才有强调说，如果不是太脏的话，如果说你那一天大量流汗啊，或穿的真的很臭，那我建议还是洗吧。就比较就跟我教你的方式哦，比较简单的。对对对 对。就有一点点脏的时候才可以。然后呢，再来一个重点就是，因为牛仔裤的丹宁布它是需要呼吸的。它需要呼吸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冰在冰箱里面的时候呢，最好不要用塑胶袋，让它有空气可以让它流透气一点。对，那细菌当然会比较容易降低，好，比较不会有味道。哦，对，这是第一种方式。是。那第二种方式就是来讲说，有穿过，可是它又不想掉下去洗衣机洗。好，来，我教你一个方式，就是呢，这是纯水，或者是化妆品级的酒精。其实都可以，它不会伤衣料。嗯它其实就这样喷一喷，喷一喷，喷一喷。对，两边都喷一喷，然后呢，里面喷一喷。然后呢，当喷完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真的觉得正面不是很满意，其实里面也可以再喷一下。当然，里面碰我们皮肤比较接近，所以细菌比较多。沾的都是里面的。那一样也是均匀的喷洒就好。喷喷喷。对，然后喷好之后呢？是。因为现代人对版型非常的要求，对，那我教你两种如何晒起来版型会特别好看，而且不会跑掉。如何晒出直挺版型不跑掉的牛仔裤？等等，让达人来教你。现代人对版型非常的要求，对，那我教你两种如何晒起来版型会特别好看，而且不会跑掉。一种就是这种直接吊挂。哦，我家都是用这种的。对，一般都是用这种就方便啊，方便取得，然后稍微这样甩一甩就好了。
哦，然后刚刚喷水的效果就是可以把那些皱皱的地方可以弄平。对，没错。那如果说家里你家有没有除湿机？有有。那如果说有干衣功能的话，你把它放除湿机下面，它有杀菌的效果哦，更好。那如果真的没有也没有关系，你就是放在阴凉处，不要直接晒到太阳。对，因为晒太阳它会使它的蓝色褪色。对，好，所以这要注意。那有人是说这种的，那还有另外一种，这叫网友常说的倒挂金钩法。倒挂金钩法，对，就是看起来好厉害的叫法。对，这样子，其实也是同等道理，只是它不需要裤管太皱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是一个办法。哦，因为重的主要是这边嘛，有扣子啊，干嘛干嘛，所以这边比较重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更顺顺的让带被它就是拉平的感觉。没错，哦，不错哎。对啊，这是刚好这两种方式。老板，那真的流太多汗，真的一定要洗的时候，那要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嘛？那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？其实就用中性的洗剂，就是不伤皮肤的。那最好不要用洗衣粉或含有漂白成分的洗衣精，哦，因为这样颜色就跑掉了。中性的，对，中性的就是比较接近的，你像洗发精啊，像那个沐浴乳啊，其实都蛮好，不错的。好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然后最主要说，就我刚刚跟你讲，棉软裤你这样子洗，其实我们都会把拉链拉起来，对，然后纽扣扣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子翻的。对，然后反过来呢，之后呢，我们会把它放进洗衣袋，因为我们怕褪色嘛，对，那洗衣机里面在搅，它会摩擦，因为你一摩擦就会褪色，所以这样的话减少洗衣机碰到接触它，是是是，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褪色。真的是洗牛仔裤很多 mega， 对，没错。那不如直接送给你，交给你，当然没有，好了，就通通都对外我家，对对对，谢谢老板，没有问题，洗衣达人，对，阿勋哥是交给你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很谢。